送水彩画，我们住爱信对不对？送花是永久纪念。永久纪念哈，还有嘞，你要住爱信对不对？这永久的要住好事。嗯，要、啊、做好事哈。是，把钱捐给捐给穷人家，对不对？就是穷人。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很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自找穷人家的苦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联合劝募集进会，这个集进会是不是很好？赞！对呀，赞！我话有人话把要花了十的花，要是话不大好。对，要有自己的，要有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要自己的，一种思路。要有自己的思路，要有自己的想法哈，对不对？叫作品。作品才是作品，才称得上作品。作品。阿姨，你的花，跟别人家，跟别人啊，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？人家是模仿，我是创造。他是创作。对老师而言的话，画是什么？画。你画了一辈子的花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花对你来讲是什么？是属于什么？花是你的生命呢，还是是你的最爱的？在那里这个人生的嗜好。对了，他说花是他人生最大的嗜好，就好啊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您。他说谢谢你哦，讲得很好哦。